尊敬的法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莲池大师普劝念佛文。昨天我们学了前面的四条，大师在开示中勉励世间的大众，不论是贫富贵贱，都应当把握现前的机缘，好好念佛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条，若人子孝，安受供养，正好念佛。儿女孝顺，对于很多做父母的来讲，这是很大的安慰，人生最大的福报。有不少做父母的这么认为。那么学佛的同修，我们明了因果，知道儿女孝与不孝是怎么回事呢？过去生中跟他结下的缘不一样，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父母跟儿女的缘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。假如这个孩子是报恩还债来的，那就是此地说的子孝，他会供养，他会非常贴心。那么做父母的也不要沾沾自喜，哎，我的孩子很好，很孝顺，很听话。要知道这是过去生中的因缘，学佛的父母应当借这个机缘怎么做呢？大师说得好，正好念佛。儿女孝顺嘛，就不用再为他们担忧了，孝顺的孩子将来肯定有前途，所以不用顾虑他太多。那么反过来，第六条又说，若人子逆，免生恩爱，正好念佛。假如这个孩子不孝顺，儿女不听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师说了，既然孩子不孝顺了，你干嘛还要牵挂他呢？免生恩爱之情，正好念佛。所以我们从大师的开示中可以得到一点启发，就是不论在我们现前的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境缘，正好念佛。以后记住这句话，正好念佛。今天有空正好念佛，今天没空也正好念佛，来到这里听经也正好念佛。怎么说正好念佛呢？听听讲的还可以，正好提醒我念佛。听听讲的不怎么样嘛，正好我专心念佛，就不用听了。
这是我们从里面得到的一些启发，把握每一个因缘。学佛的父母对于儿女亲情这一桩事情是应当看淡一些的，尤其是念佛要往生净土的菩萨们，这一点要特别重视。假如诸位做父母的，就是有儿女的，将来要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了，如果自己的孩子很孝顺，怎么孝呢？看到你要走，他就在旁边哭哭啼啼的挽留，在那边喊啊，又是老爸又是老妈，又是爷爷又是奶奶，在那边喊，他要表孝心啊，你不可以走啊，你要多活几年啊，长命百岁啊，你怎么可以舍下我们呢？儿女们孝顺啊，这样一哭一闹，极乐世界还要不要去？不要去了啊！哎呀，这个家庭的温暖太舒适了。中国人讲的天伦之乐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尤其是子孙满堂，每个都很孝顺，这一种亲爱之情不太容易顿时割舍，就是一下子放下不容易。所以有些时候往往就是被这样一种牵挂给障碍，念佛人不得往生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临命终时再做准备恐怕就来不及了，应该在平常把这个事情就看淡一些。儿女们长大了又很孝顺，做父母的应该很安慰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只要孩子长大成家立业之后，自己能够独立生活，纵然没有很大的成就，至少不会为非作歹，不会为家族蒙羞，这就可以了。做父母的就可以问心无愧，上对得起祖宗，下对得起后代，这就可以了。剩下的时间呢，正好念佛。说孩子们可能有时候有些事情做不好，又担心孩子们出门会遇到一些灾难，怎么办呢？正好念佛，为他祝福嘛，为他祈福啊。你在这边担心不能帮他，在那边牵挂对他也没有利益，唯独念佛回向给他，对他才真正有帮助。过去司马光曾经讲过一段话，他说啊，做父母的想要留一些金银财富给儿孙，积金欲以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。做儿孙的他不一定守得住啊，就是很多做父母的想啊，哎，我这一生辛苦很不容易，累积了这么多财富，不希望自己的儿孙们也这么辛苦，怎么办呢？留下大量的家产给儿孙，希望儿孙后代不要再吃苦受罪，让他们好好的去享福。可谁知道儿孙未必那么听话，中国人有败家子的观念，留下这么多的财富，这个儿孙他如果不孝，他不懂得去合理的支配
这些家产用不了多久就全部挥霍荡尽，他守不住啊，他不知道这些财富得来多么不容易啊，他会尽情的挥霍，到最后这些财富用尽了，他又过不惯那一种贫困的生活，所以要受更大的苦难，子孙未必能受啊。积疏欲以子孙，想要留一些典籍经典给儿孙啊，宝贵的教诲，希望家道不绝，让世世代代的儿孙都能够遵循这个教诲读书做学问，做一个有道德受人尊重的人，这也算不错了。可是子孙未必能读，把弟子规留给儿孙们，做父母的心想很好，儿孙不一定个个都去读啊，这是古人的经验啊。眼前的手把手教可能他会读，下一代再下一代，谁能保证自己的儿孙世世代代都在读圣贤书？不一定啊，别说一般人呢，就是大圣大贤都不能保证。有人说大圣大贤不是后代传得很好吗？那是因为他们的阴德在传承，大圣大贤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后代个个都是圣贤。不信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大舜、大禹、周公、文武诸王这一些贤圣的君主，他们的后代真的都个个成为圣贤吗？未必呀。所以古人早就总结了这个经验，子孙未必能读，就是祖先想得很好，想让这一种宝贵的教诲传下去，儿孙不一定个个都能学，那怎么办？很多做父母的就头痛了。司马光是这样认为的，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中国人有积阴德的观念，所谓积阴德就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去做好事做善事啊，不图名不求报，自己在世的时候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业，过世之后纵然没有留下家产，没有留下宝贵的典籍，但是儿孙后代会享受祖宗的福音，代代不绝。这个是真正为子孙长久考虑的如意之计呀、啊！一般人讲如意算盘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如意算盘。那么念佛人呢，在这个地方直截了当，想要留下福报给儿孙，不是很多的钱，也不一定要留下很多的经典，留什么呢？留下一句阿弥陀佛，做父母的好好念佛，到极乐世界去。你说这跟儿孙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家想啊，做父母的去了极乐世界，去极乐世界做什么？我们去极乐世界做什么？去做佛，对吧？至少也是个菩萨嘛。哎，这个父母成佛成菩萨了，那儿孙会怎么样？那就变成佛菩萨的后代了。你这么一想，佛菩萨的儿女还担心他没有前途吗？所以念佛人如果明白这一点，哎呦，
以后怎么样留财富给儿孙呢？自己做一个好榜样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一往生，你将来想度他也有能力了，看到他堕落也能够救拔他。以前谭虚老和尚，谭虚法师在念佛论里面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往生案例。青岛湛山寺念佛会有一位同修，在家女众，念佛堂定期都有共修，就像我们现在净宗道场定期都有打佛山打佛七，过去啊连社念佛会也都是这样的情景。共修这一天呢，大家都来念佛，这位女众同修呢，她也来道场发心照顾大众，做义工护法，到厨房里面去打杂，别人都进念佛堂去念佛，他去厨房帮忙，帮忙的时候正好念佛，他的佛号也没间断。所以念佛不一定说只有在念佛堂才正好念佛，厨房帮忙不也正好念佛吗？而且福慧双修，别人也都没有在意他，因为他很穷，所以别人也没有过多的关注他。可是他居然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念佛念得预知时至，他知道哪一天要往生，提前把工作都做好，后事都交代清楚。往生的当天，他就跟他的先生讲说我要回老家了。他先生呢是拉黄包车的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开出租车，家里面生活不是很宽裕，可想而知。先生啊就很生气，先生不信佛，就问他，这不是你的家吗？你难道还有另外一个家？我们家已经穷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别在这里说风凉话了。没有睬他。吃过早餐，先生又拉黄包车出去做生意。这位同修啊也没有多做解释，知道跟他讲他不能理解，所以自己啊就默默地下决心，这一次真的要回老家了。他有两个孩子，大的也不过十来岁，小的才几岁。用过早餐，把两个小孩叫过来，跟他们交代，说妈妈呢有事情，可能啊最近一段时间不能照顾你们了，你们先出去玩，饿了就回来吃东西，我准备的有。小孩子嘛也不懂到底怎么回事啊，听说到外面去玩嘛就很开心跑出去了。然后他等到家人都出去之后，自己就在房间里面坐在床上念佛自在往生。等到快中午的时候，两个孩子肚子饿了玩累了，回来叫妈妈要吃东西呀，怎么叫都不答应。到房间一看，妈妈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，哎，这一摸没有呼吸了，孩子就吓哭了，就把这个邻居叫的来。邻居有学佛的同修来一看，知道这同修念佛往生了，而且走得这么自在，坐着往生的，大家非常感动。于是找来念佛会的同修帮他善后照顾他的家庭。谭虚老法师听到这个事情也非常赞叹，说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你看看跟我们此地讲的这个情景差不多，对于儿女
这一种牵挂之情看得淡些，并不会因此让儿女们受苦受难。就是刚才说的，他往生极乐世界去做菩萨了，菩萨的儿女还能没有人照顾吗？这些同学们一看，哎呀，这下太好了，这两个孩子我们都要抢着照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妈妈去极乐世界了，我们将来往生可能还要靠他来接呢，所以赶紧啊跟他攀攀缘，赶紧把这个关系搞好，就不用担心儿女没人照顾了。那么一般人如果不了解，看到这一种情景肯定就会误会了，这个佛不能念啊！你看一念佛年纪轻轻又死一个，两个孩子这么可怜，才十来岁，才几岁妈妈就不见了。放在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例子也不多见。我们假设一下，念佛同修，假如我们自己年纪轻轻，阿弥陀佛要来接我们了，愿意去吗？考虑一下，明天再回答。可是有时候没等我们考虑清楚，阎罗王就来了。阎罗王说，你既然不愿意去，那么好，跟我走吧。阎罗王可是不给我们留情面的，所以面对无常的时候我们是犹豫不得的。对于往生这一桩事情要透彻理解，果断的决定，毫不犹豫。纵然有儿女亲情，也要知道这都是暂时的，在轮回之中这一切因缘都不能长久。如果要想真正长长久久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劝大家一家人都念佛，将来往生搬家到极乐世界去。真有这样的例子啊，净土圣贤录里面有这样一则很精彩的公案，念佛一家人往生的。有这样一家学佛的同修，一家四口，父母儿女还正好，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然后父亲学佛，带着儿女也学佛，妈妈不学佛，妈妈认为他们在这边虚度光阴消遣时间，好好的事情不做，干嘛念阿弥陀佛。可是另外三个人学得很认真，而且最小的这一个居然先往生，往生的时候好像还不到十岁。大家可以想象啊，孩子这么小突然没了，做母亲的又不学佛，这个心情当然很悲痛啊，所以就守住不让安葬。这个孩子过了三天又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之后妈妈以为哎，可能孩子没死，又活过来了，不要走了。他醒来之后呢就跟他妈妈讲说，妈妈，我去极乐世界了，那里才是我们的家。我去了之后啊，看到七宝池中有爸爸的莲花，也有哥哥的莲花，找来找去没有妈妈的莲花，我感觉到我们一家少了一个，很不圆满。又看到妈妈这么伤心，所以我跟阿弥陀佛请了假，就特别回来来劝你一下，希望你以后也念佛，真的想我呢，到极乐世界来，我们一家团聚。讲完他又走了。从此以后这个妈妈也念佛求生净土，最后这一家人真的都是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。
这才是真正一家团聚呀，永不分离呀。在六道轮回中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，六道轮回之中这一期的因缘告一段落之后，下一辈子个人业力不相同，纵然再见面彼此不相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过去都有家亲眷属的关系啊，今天见了面不认识了，还问你是哪里来的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谁，其实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家亲眷属，刚刚一转脸而已，轮回中互不相认，过去的恩爱全部变成陌生的这样一种关系。所以真正的懂得珍惜这一种亲情的人应该到极乐世界去，搬家吗？整个家都搬到极乐世界去，这是站在学佛念佛的立场。那么一般社会大众不了解的又误会了，这一家人学佛学得真倒霉，全部都死掉了，而且还走得都这么早，就会产生这样的误会。所以我们对待这个事情要正确去看待，当然这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殊胜的缘，果然有这样殊胜的缘那真是太好了，正好念佛。这里面呢就包括若人子孝正好念佛，儿女孝顺不用担心他，如果儿女又学佛又念佛那就更不用担心，我先到极乐世界去，将来儿女们都来的时候来接他们，岂不是更好吗？那儿女不孝呢，若人子逆，既然这么不孝顺了还牵挂他干什么？做父母的要想明白一点啊，有一些做儿女的真的不孝顺，大逆不道，有些很严重的，他在天天盼着这个父母的早一天离开呀，做父母的早一天走，他反而很开心啊，他在心里面天天默念这个老不死的，天天念佛，天天说要走怎么还没走，他心里不一定高兴啊。所以如果儿女不孝也不要怨恨，不要心里面不平，不要想哎呀我这一生这么辛苦把儿女们养大，结果他们倒好，一个一个都不知道知恩回报，现在还冷落我，这样一想就烦恼无尽。现在转个念头，以后学佛的父母再遇到这一种情景，正好念佛。有些做父母的可能啊，在家里面遇到这一种儿女不孝的情景，生活会很尴尬，在家里住不下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正好找个念佛的道场，不要回去了，在这边正好念佛求往生，岂不是更圆满吗？可是做父母的对儿女这一种恩爱之情确确实实不太容易一下子割舍，所以需要在平常的生活中慢慢的去淡化，从心里面淡化。当然做父母的并不会因为把这一层关系看淡了而忽略对儿女的责任，该怎样教儿女还是要怎样教，本分要尽到。只不过呢，一旦儿女长大成家立业之后，自己要从内心里面把这一种情执看淡，也不要老想孩子是我的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其实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是我们的，连我们这个身体都不属于我们所有，我们都带不去，只是暂时用用而已，还有什么人能够跟着我们去啊，能够为我们所支配啊。所以明了这个真相，慢慢的
这种执着就会淡化。我们从这个地方举一反三，就是从这两条里面举一反三。大师啊，只是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在学的时候还要再衍生一下，衍生到哪里呢？说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，若夫妻恩爱怎么办？是不是正好念佛？若夫妻反目，是不是也正好念佛？我们要从这里去联系到现前的生活。学佛同修在家学佛，有家室的夫妻，如果感情很要好怎么办？假如大家都是念佛人，或许好商量一点。如果一个念佛一个不念佛该怎么办？这个念佛的说要去极乐世界，那个不念佛的说你往哪里跑，我抓住你，那该怎么办？抓住的办法很多啊，抓住的办法无非就是这一种感情关系，就是让你升起牵挂意念，念佛念佛念着念着不知不觉就念到他那里去了。这种情景引起念佛人的重视是应该的。在《彻中须知》里面记载了一则真实的例子，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。清末民初，清朝末年民国初年，有一位学佛的居士，他在清朝末年做过官，而且官职还挺大，地方官，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。清朝灭亡之后他就告老还乡退休了，于是呢，他也就一个人发心去修行，自己发心出家去精进念佛求往生。他下的决心啊还是很大的，可是他之前做官啊，娶了好几房姨太太，其中最小的这个姨太太跟他关系特别好，两个人恩爱的不得了。他一提出要一个人去进修去念佛，这个姨太太就说了，你去修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你修行一个人呢也挺辛苦的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修行我来给你做护法，我们两个不要离得太远。哎，这个同修想一想觉得也有道理，于是呢，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了一个小茅棚，一个精舍，自己一个人平常在里面精进念佛共修啊，清修啊。每一天他这个姨太太为他送饭照顾他，每天如此。他念佛念得很有功夫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欲知实质。这一天姨太太来送饭，他就跟他说，明天啊就不要给我送饭了。姨太太就问怎么回事啊，我准备要去极乐世界了，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他这么一讲，这位姨太太马上就不高兴了，然后就说，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啊，你是菩萨呢，菩萨要有慈悲心呢，我是你要度的众生呢，你这一走我就不活了。然后边说边在那边痛哭流涕，又讲出两个人恩恩爱爱的这一些历史，讲来讲去把这位要成菩萨的念佛人讲的眼泪掉下来了。想一想也是，自己也不算太老，就想啊，哎，反正往生将来临死的时候还可以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感情又升起来了。第二天再等阿弥陀佛，
没了。不是阿弥陀佛失言，而是他自己不愿意去了，生起了这样的感情牵挂之心。你看，本来一个要成菩萨的人，他没有听到这一段开示，可能那是正好念佛的时候，他却正好在那边颠倒过来，意念这一种恩爱之情，不知恩爱之情不能长久，尤其是在这一种关键的时候，怎么可以犹豫啊？所以在家念佛的同修，这个地方也是应当提高警觉的。夫妻恩爱，正好念佛，两个人最好商量清楚了，两个人都念佛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先生跟太太要讲清楚，假如我先走，你不可以障碍我，不可以拉我后腿，最好呢说几句狠话，你赶紧走吧，要这样去商量好。做太太的要走的时候啊，提前也要跟先生交代清楚，要不然到时候控制不了啊。大家先不要等往生了，就是平常做个试验就行了。平常什么时候啊？出去旅行的时候，一个出门了，一个没出门，一个一出门几个月不回来，问问自己看，心里面在想谁？是想阿弥陀佛的时间多，还是想另外一个人时间比较多？纵然想阿弥陀佛的时间多，说老实话，只要心里面在内心深处还是在想着另外一个人的话，将来走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就忽然蹦出来，从心里面蹦出来，他会影响自己的正念，这绝不是在夸张的。所以古人说啊，念佛人平常念佛很精进，信愿不可谓不坚定，行持不可谓不勇猛，但是在临命终时最后一刻而不能往生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好比一艘船，马达已经开足了，油也加满了，方向也正确，可就是跑不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往后面一看，缆绳没解掉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诸位要往后面看看自己的缆绳有没有解掉，如果没解掉，那么纵然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资粮，最后也会被这一根绳给拉回来。所以这个工作应当在平常去做准备。这是说夫妻恩爱的话，感情要升华，要把这一种恩爱之情升华为慈悲，升华为大智慧，要这样去想。如果两个人想永远在一起怎么办呢？先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去就不会恩爱了，不过呢会永远不再分离，这一点倒是可以的。这一种恩爱之情确确实实要用念佛把它转变过来。反过来，如果夫妻不和，夫妻反目，动不动就闹别扭，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星期天世界大战，如果夫妻关系是这样的话，分又分不开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正好念佛，也不要怨恨，要清楚这是过去结的恶缘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这样的现象，夫妻两个人最初
结合的时候关系非常好，可是结婚之后一方对另一方就开始百般刁难，又分不开，怎么回事？过去生中结的恶缘，讨债还债，报恩报怨来了。如果是念佛人，那就要想明白一点，借这个机会正好念佛，哪怕自己在里面受些委屈，吃些苦头，消灾免难，帮自己消业障。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同修，就是女众同修学佛，学佛学得很认真，家人不理解，先生不理解，他也用尽了方法去劝，去表演，先生就是不理解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修行，依然坚持。真的就是此地说的，他觉得呢，这个时候正好修行，正好念佛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人可以牵挂了，那个最恩爱的人他都不要我了，我干嘛还要想他？这样自己反而落得自在。我在新加坡就遇到这样一位同修，他真的很难得，他的先生在外面有外遇，名字不能说好，我们只是举这样一个事情，把它当作故事寓言去听。他开始的时候感觉到很难接受，哎，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佛法，慢慢的走进佛门，他就开始说服自己，试着调整心态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发现，哎，这样正好，非常适合自己修行念佛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看看身边的学佛的同修啊，走不开，想修行，家里面人总要顾虑吗？那位先生做饭啊，要干什么，要照顾呢？他说这个时候呢，正好有一个人来帮我照顾他，我就懒得天天去跟他解释，去跟他说这些事情了。而且先生有这个把柄落在自己手中，不敢再反对，自己想要怎么做，想要怎么学，落得自在。他看到另外一位，就是先生的这一位外遇啊，他没有当作冤家，也没有恨他，反而在为他祝福，还感谢他，多谢你来照顾我先生。心里面在想，这个冤家终于找到你了，现在不用天天纠缠着我了。他自己呢，就把剩下的时间全部放到道场，心量拓开。他就想，以前为一个人服务很可怜，而且服务了他也不说自己好，也没什么功德，现在呢，放下一个人，提起这么多人，道场这么多同修，外面这么多众生，为他们服务，自己越来越欢喜，越来越自在。到最后，他这位先生自己很不好意思，主动地向他道歉，他也没有在乎。你看，真是此地说的，一念转过来了，哪怕夫妻不和，甚至很严重的感情分裂，也坏不到哪里去啊。如果是真正学佛念佛人，太好了，正好念佛，晚上不回家也没关系嘛，因为家里面不用担心啊。在道场里面拼命打个精进佛七，24小时不间断，也不用想什么人了，没什么人可讲了，正好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这句佛号中。这是说我们在现前的生活中遇到顺逆境缘，应该怎样去调整心态，因为这些境缘不是我们个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，纵然我们说去扭转，也无法完全转过来，因为有很多业力靠我们暂时的努力很难完全转得彻底。所以在这个时候
最快的转变就是心念，把心态转过来，这不是太好了吗？正好念佛。从这个地方大家去引申一下，多举几个例子，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容易觉察。譬如说大家都是念佛同修，常常到道场里面来，到道场里面来呢，每个人的缘也不一样，就有那两个同修很投缘，见了面好得不得了，进念佛堂坐一起，听经手拉手，走出去吃饭同桌，跟另外一个人呢莫名其妙就是感觉不投缘，看到他就生气，进念佛堂他走前面我肯定就不进了，听经他坐这边我肯定就要找理由跑掉了，如果是活动那么他要做功德主，我这个活动就不参加了。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学佛同修，假如到道场里面看到，哎，都是同修很投缘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善聚会，正好念佛。假如看到好像每个都不喜欢我，我也看他们挺讨厌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正好没有人值得自己关心，也不用我们去关心别人，正好念佛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吧。也不要在这个里面妄生烦恼，怨天尤人。所以这样的教诲非常实用，时时处处都可以提醒我们精进念佛。这是这两条教诲，我们从中得到这些启发。再看下面第七、第八，若人无病，趁身康健，正好念佛。若人有病，切近无常，正好念佛。若人无病，就是我们平常身体很健康，很健康做什么呢？正好念佛啊，可不要想很健康正好出去消遣一番。学佛人应当趁眼前体力还很充沛的时候，身体还很健壮的时候，好好的用功修行。念佛人呢，正好念佛，不要等到哪一天躺在床上动弹都很吃力，开口都很困难的时候再说我要修行了，我要念佛了。当然后面说了也正好念佛，只不过呢跟身体健康的时候相比，那可能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所以古人讲啊，莫到老来方学道，不要等到年岁大了身体不行了再来学道，孤坟多是少年人。很多时候一般人所认为的等到老来再去修行再去学道，恐怕连老自己这一辈子都未必有这个机会。我们看到年轻人在意外当中离开的不是少数啊，一个大的灾难之中男女老幼没有说有选择的把这些人招了去啊，大家平等的在意外之中可能同归于尽一起走了。就是我们每一天在资讯报纸当中看到的车祸当中、交通事故当中、火灾、水灾乃至更为严重的这些事故中离开的人，有谁能够想到他早晨出门永远就不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一些朋友这样讲，说我也知道佛法好，念佛好，只是我现在很忙，你等着别急，等我退休之后我再来学，
我会拼命的学，我会学的比你们还认真。好，等到他退休了，你再遇到问他，哎，现在可以来学佛来念佛了吗？不行啊，刚刚退休啊，还要照顾孩子。那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，不行啊，孩子还有孩子，要替孩子看孙子啊。孙子慢慢长大了，不行啊，孙子也有孩子啊。好了，一大堆理由全部找出来，等到临命终的时候，恐怕都还未必能真正生得起这一种向道之心。这只能说是个人因缘，这已经算不错了，还能够享尽天年，寿终正寝。有一些刚刚说完等我退休了再来学佛，隔天阎罗王就请他去工作了，这一边还没退休，阎罗王那边安排好工作了，请他去上班了。人命无常啊，所以没有哪个人能保证在这个世间能够住世多久，这是我们一般凡人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趁现在很健康，正好念佛。假如自己有病呢，这个病有大小之分呢。我们学佛知道这个病大概有三种啊，身体上的病，生理病，伤风感冒，这些生理上的疾病医药可以调理。有些呢业障病，那需要忏悔。还有一种冤业病，冤家债主找上门来，像悟达国师的人面疮啊，那个挺严重的，这需要调解。不管是哪一种病，我们不妨都用这一句开始来勉励自己啊，若人有病，切尽无常，正好念佛。古大德说，病来方知身是苦，生病了才知道，哎呀，人生很苦。小小的病我们就能感受到了，行动不方便了，念佛也不像那么自在了。这个时候才体会到，哎，人命无常，好像离阎罗王更进一步了。念佛人要升起警觉，要借这个机会向阿弥陀佛靠拢，而不能向阎罗王靠近。如果这个病又挺严重，那怎么办呢？别多想了。念佛人，印光大师教导，如果这个病挺严重啊，就一心念佛，等阿弥陀佛来接引吧。那有人说，我还挺年轻的，我不想这么早就死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想死就活着呗，可是能活得了吗？假如得了绝症，想活也活不下去啊，活不下去又不愿意死，最后是吓死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这一桩事情应该坦然面对，不论是年轻还是年岁大，如果真的遇到这一种情况，得了绝症，坦然面对，害怕也没有用。有些甚至是医药放弃治疗了，怎么办呢？找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有临终关怀的愿力，如果这个人跟世间的缘还没有尽，那么他一心念佛的话，自然而然这个病会好起来。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我们常常会看到，念佛同修中有。就在前几天，我还亲自看到一位在太平的弥陀山道场，我正好是前几天刚刚过去，在此之前有怡保的一位同修患了重病，挺严重的，奄奄一息。两个女儿很孝顺，觉得母亲差不多要走了，医院好像也放弃治疗，于是就想啊，送到道场给老人家提供一个往生的环境，
送去之后，大家也真的都以为老太太差不多了，赶紧助念。他的缘挺殊胜，他遇到很多跟他有缘的这些念佛人。我是正好遇到这个机会，看到了，当然也要跟他勉励勉励，劝他好好念佛求往生。正好王警官前几天也在那边，也把他给叫了去，请他讲开示，也是劝他好好念佛求往生。还有南传的一些法师路过那里，啊，他结的缘真的挺好，过去生中结的缘，他真的也算接受了，一心一意念佛求往生。儿女们呢也觉得这个缘挺好，大家就拼命为他助念，希望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。可谁知道呢，越念越好，前几天离开的时候他人整个自己能行动起来了，还能够到念佛堂跟着念佛，晚上啊大家听经他还跟着一起来吃饭，越来越香，这个脸色越来越红，不是偶尔我们经验中的回光返照啊，是真的，好像慢慢好起来了。哎，两个女儿也挺安慰的，没送走，反正啊现在人也好起来。这真的是像印光大师讲的一样啊，一心念佛，如果跟这个世间的缘没尽，他自然会好起来，只要我们信得过。如果他跟这个世间的缘尽了，一心念佛，他会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自在往生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有兴趣的同修可以打电话去调查一下，真人真事，不是在编的。那么离我们远一点的，在我们见闻中，就是听说的或者资讯中传记中看到的，那就更多了。在前几年，中国四川绵阳市有一位念佛的同修，也非常殊胜，叫魏国兴居士。这个老居士呢，也没有什么文化，不认识字，是个木匠，做木工活的。70多岁，这一年得了重病，病得挺严重，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他也差不多了。他呢也没有很恐惧，回来之后找到道场的师傅，就问师傅说我该怎么办。师傅就说呢，你呀，如果真信得过阿弥陀佛，你就专心念佛求往生，也不求病好，就一心一意念佛。如果你跟这个世间还有缘，按照祖师的教诲，你的病会慢慢好起来。如果跟这个世间的缘尽了，你一心念佛，没有病苦，阿弥陀佛会接你回极乐世界，何乐不为呢？借这个机会往生不退成佛。他真的很听话，于是就拼命念佛，念了才不到几个月，这一天他来见师父，跟师父讲说很感谢师父对我的教诲，我得利益了，我现在也没感觉到身体有病苦，病虽然还在，好像也是癌症挺严重的，但是没有苦，不感觉到苦，因为有佛力加持，不像一般的这种病那么痛苦啊。他很少跟师父讲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了，日期都定好了，好像是正月15，他出的有碟片，日期定好了。师父一听感觉很突然，因为时间才不久嘛，几个月而已，这么快啊，他平常以前也没有好好念佛的，只不过是得了病之后才知道我要不念不行了，所以拼命念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这个生病也不一定是坏事啊，能够让人升起警觉心。师父就说你确定吗？他说确定，我这个事情怎么敢骗师父啊。师父就说你真的确定，那好，我送你，我们同修都送你，
送你往生极乐世界。怎么送呢？打佛七呀、啊，多召集一些念佛人啊，在他走的时候给他助念吗？我们想一想，这个也合理呀、啊。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，是佛亲自来接，诸上善人都跟着来，那是多么隆重的欢迎团队呀、啊！我们这边也不能够太寒酸嘛，也要有几个人送送嘛，这才像样嘛。所以法师就说了，你真的要去，我多找些人来送你，把消息传出去，提前七天起息，佛期圆满这一天正好就是他选定要往生的日子。很多佛友听到之后啊，大家就觉得哎，很不可思议啊，我们去看看他怎么死的，时候这个病人好好的，不像是马上就要走的样子，可是他说了那一天要走，所以很多人是抱着好奇的心理来看热闹的。往生的当天上午居然来了一两千人，大家都要看热闹，看看他怎么走，在大家关注之中怎么离开。这个不是演戏啊，不是我们想的，哎，这个我也表演一下，跟大家说我明天也要走了，你们都来，要走不了怎么办？你说装样子啊，坐在那边闭目啊，一句话不讲，你这一装样子，真把你送到火葬场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个事情装不来的。所以大家就想啊，哎，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，看他怎么办。早晨早早就准备好，上午念佛告一段落之后，他就跟大家讲开示。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，不认识字的人，经都没读过，他讲什么呢？居然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翻来覆去就是劝大家要相信极乐世界，要相信阿弥陀佛。我现在就是一个例子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，真的不是骗大家的。他在现身说法，给大家做证明，讲了差不多两小时，看看时间，差不多快到十二点了。于是啊，就跟大家挥挥手，说我非常感谢啊，今天大家来送我，将来大家要回极乐世界的时候，我一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大家。说完，跟大家告别，进往生堂，坐在那里，不到一刻钟，念佛而逝。有很多念佛同修闻到异香，还有个别的看到佛来接引的瑞相，真实不虚。有碟片出来，这不像是拍电影在排练啊，真实的，就是前几年的事情。所以以前我们跟大家在分享过去念佛人往生的例子，很多人听到感觉可信度不高，离我们太远了，眼前有没有，身边有没有，让我们看看。其实在我们眼前，在我们身边，这些例子也时常会发生。当然我们更希望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就能够给我表演这个样子，可是每个人都这么希望别人表演，这有点太不公平了，怎么办呢？自己表演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自己表演，表演一个自在往生的样子，将来要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在嘛，自在一点，预知时至。比如说，哎，我明天中午要走，今天开新闻发布会，我们现在超度亡灵都举行这么大的活动，如果哪一天自己要往生，不用别人超度，大家都来帮大家超度超度，给大家增长信心吗？让大家看到这个样子，对念佛往生不再疑惑。这个也是在现身说法，普度众生。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具备，所以我们看到之后应当对这一句名号升起坚定的信心，应当对往生这一桩事情
深信不疑。而这些得利益的，我们看到他们也很平常，也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，哦，大概很了不起吧，可能我们不太容易学吧，不是，往往都是很不起眼的人。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，这意思是讲只要有心，每个人都可以学得成功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病无病正好念佛，有病的时候提起无常的观念，要想哎呀生病了，病来方知身是苦，正好专念阿弥陀。那么病好了呢，病好了是不是就没事了，哎，暂时死不了了，没关系了，那就不要念了吧，不能这样想啊。病好了要赶紧想，哎呀现在身体终于康复了，正好念佛，不像之前想念的时候力不从心啊，现在赶紧拼命补一补啊，不是吃补品啊，是补一补念佛的功夫啊。这个才是我们念佛人纯正的心态，把我们现前的这一种身体状况也当作是念佛的正上缘。这是有病无病这两种情况都好念佛，我们也同样可以举一反三。这个病，身体上的病大家容易觉察，还有一种病很多人忽略了，什么病呢？就是心病。很多人都有心病，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有没有心病啊。你们说了我没有，我就没有，一讲这个话就是心病在作祟。心病是什么？心病就是有病死不承认，所以叫心病，藏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讲。心病说重了是严重的烦恼，说轻了就是现在医学上讲的忧郁症、抑郁症，这个也挺伤害人的，因此会伤害人的生理健康。所以现在有了心理医生这个行业。那么心理病很复杂，该怎么去对治呢？其实也可以用在此地，心里有病正好念佛。心里的病都是烦恼，都是困惑，都是忧虑和不安造成的。如果能够把这个心思用在念佛上，念之久久，心结就打开了。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听到一些朋友这样讲，真想不通，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就是我们看到某一个人做的事情无法理解啊，我们就会旁边自言自语的讲啊，真想不明白，他怎么可以这么过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要加一句，真想不明白，怎么办呢？正好念佛，不要想了。还有，看到有一些不如法的现象，哎，有一些这个正义感很强的人，就升起了这样极大的一种不平心理，就想这些人很讨厌，要想办法去整一整他们，治理一下，或者扭转一下这个局面。可有很多时候并不会像自己想的那么单纯，那么顺利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妨想一想，正好念佛。进道场看到道场如法，正好随喜念佛；看到道场不如法呢，正好专心念佛，回过头来只管自家不管人家，岂不是正好念佛吗？看到这个世界大家都很善良，正好念佛；看到这个世间很浊恶，无可留恋，这么坏的地方干嘛还不赶紧念佛呢？正好念佛。最近世界很太平，正好念佛，身心安稳。过段时间有灾难了，听说2012马上就要到了，
大灾难到来，管他真的假的，正好念佛，反正是我们念佛人有去处有保障。如果没有灾难呢？没有灾难更好念佛，我多念一念品位增高嘛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在生活中真的就能够把一切因缘通通转变为增长缘，都好念佛。这是我们在大师这两段开示中得到的启发。好，再看下面第九和第十条。第九，若人年老，光景无多，正好念佛。第十，若人年少，精神清丽，正好念佛。年老年少，我们大家都会有份的，不是年老就是年少，全都包括了。那么先说年老的，年老剩下的时间好像不是很多了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大师讲的。哦，平常如果是我要遇到一位年老的同修，一开口就说：“哎呀，老菩萨，年岁很大了，来日无多了，赶紧念佛吧。”这个同修下次肯定看到我就跑掉。这个师父是不是要助我早一点往生极乐世界，想让我早一点死啊？一般人就会误会，但是这是无常中的真相。那么年岁稍稍大一点的同修，自己应当升起警觉心。先说年老的，后面有年轻人的啊，不用着急，我们一个一个去接受大师的教诲。年岁大的同修，假如工作也已经卸下退休了，家庭里面儿女都也长大了，这个时候呢，确确实实如前面所说的，正好念佛。再加上呢，年岁一天比一天大，真的来日无多。虽然年轻人也存在这一种情况，来日无多，但毕竟按照人生的规律来看，年岁越大感受会越明显，更容易升起警觉心。我们在做晚课的时候都会念到普贤菩萨警重记里面说到，世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今天又过去了。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又向终点靠近了一站，我们的生命在这一个阶段又减少了一天。对于普通人来讲，离死亡更近，会感觉到很悲哀。对念佛人来讲呢，这意味着我们离家更近，离阿弥陀佛更近，想到之后应该更亲切。两方面我们都考虑，不要只想单方面，这个无常啊痛苦啊一想自己就很伤心，就不敢想了。所以想想无常，再想想阿弥陀佛，以警觉心念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心态就会平衡了。想一想离家越来越近了，不是越来越开心吗？这样就容易升起向往之心。如少水鱼，思有何乐？就像水中的鱼，这个鱼它自己没感觉到，其实水在慢慢减少。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相，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放不下、舍不得？还有什么值得去贪恋？这个思有何乐？就这个世间的一切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啊？都谈不上了。真正的乐趣就是，我虽然在人生旅途上走了这么久，虽然很孤独，但是现在我终于有归宿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，唯一的快乐。
这是普贤菩萨经典当中为我们直截了当说出来的。过去善导大师，这是我们净土中第二代祖师，他老人家有一首劝念佛诗，劝人念佛的偈颂啊，在佛门中流传很广，一开口就像此地这样在提醒我们，渐渐鸡皮鹤发，看看行不隆中，就是我们自己呀、也自己注意一下，尤其是年岁慢慢大了之后，这个年岁大到什么时候算大呢？过去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好了，我们就用七十岁吧作为一个标准，过了七十岁之后，早晨起来照镜子的时候，注意看一下，你说看什么呢？把二十岁的照片拿出来对一下，就是看这个，看一看自己有了什么变化，这个很明显啊。所以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看破，怎么放下，就这么看破啊，天天照镜子不觉得吗？拿照片来对比一下，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啊，到七十岁，现在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无常的变化，在提醒自己啊。年轻的时候花容月貌，现在的时候鸡皮鹤发，什么意思？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段值得炫耀的光景，男生年轻的时候很帅，帅哥一个，女生呢可能是美女，可能貌若天仙，但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了。那么有一些呢对这个事情很执着，年岁纵然很大了，甚至七八十岁了，别人来的时候跟他讲，不要看我现在啊，想当年我是多么多么风光，照片拿来给人看，这才是我，现在这个不是我，也用这个来安慰自己，其实现在这个才是真的自己，要去坦然面对，曾经的那个不是真的自己，这是本来面目啊，越来越清楚了。年轻的时候纵然有像花一样那么庄严的美貌，像满月一样那么令人羡慕的容颜，这个时候都已经看不到一丝毫痕迹了，留下来的是什么呢？鸡皮。不知道诸位同修菩萨们有没有吃过鸡？没有的话，或者看一看，哎，这个鸡的皮是什么样子？这一点不夸张，哎，这个话不能再说下去了。有兴趣的话，自己看一下。鹤发，哎，这个比喻还比较文雅一点。鹤发是什么呢？大家都见过仙鹤啊。一般仙鹤都是雪白的羽毛，用这个来比喻头发花白了。从这个地方自己要提高警觉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青春不在，容颜渐老，来日无多，深深地提醒自己剩下来的光景，如果不能够好好把握，这一期的生命即将落幕，告一段落。可是有时候啊，人们总会这样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跟那个八十岁的人相比，我不过才七十岁，我还挺年轻的，纵然八十岁了，跟九十岁人的比，我不过八十岁嘛，
到了90岁呢，远着呢，人家许哲居士今年都114岁了，过年114岁了。我前几天在新加坡刚陪许哲居士用过餐，还是很健康，很欢喜。但是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福报，可许哲居士他并没有这么执着自己的寿命，所以他才长寿。很执着寿命的恐怕就没有这么长寿了。所以应当升起高度警觉，70岁过后警觉心要越来越高，60岁的时候呢就要慢慢升起警觉了，50岁的时候啊就要做些预备的功课了，40岁的时候就应该引起注意了。再往前面呢，往前面是后面年轻人的事情了。大概40岁对一般人来讲人生一个分水岭，假如我们活80岁的话，40岁正好一半吗？前半生后半生应当提高警觉了。这样一说，恐怕在座很多朋友感觉到哟，明天的法会要不要参加了，赶紧回家准备一下。这个准备啊，是心理提高警觉，而不是说让我们回家天天等着，哎呀，什么事不做了，等着阿弥陀佛来吧，不是这个概念。而是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生命的归宿。对念佛人来讲，我们平常所做的一切善行功德都可以作为往生的资粮。我做的这一切不求世间任何果报，求往生，求往生的那一刻自在，没有障碍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正念分明，随佛往生，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报。这是说年岁大的。那么下面的年岁轻一点的，若人年少，其实年少是讲的20岁之前少年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引申，少年壮年都包括在里面，就是按照刚才我们假定的标准啊，40岁之前要认真的看这一句了。我们要把握人生最宝贵的时段，这个时段是人生充满精力，活力四射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敢追求。既然有这么好的禀赋，那为什么不好好的用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，学学阿弥陀佛的行愿，念念弥陀的圣号呢？若人年少，精神清丽，正好念佛。说到这里，我们首先要消除一种误会，就是昨天一开始谈到的，很多年轻人认为年纪轻轻干嘛念阿弥陀佛呢？前面所说的还有点道理，这里讲的好像不太容易理解了，让这些年岁大的60、70岁以上的老人家嘛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哎，我们能理解，是让他们等死，等着往生。这我们年纪轻轻的干嘛要念阿弥陀佛呢？又不是要着急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念佛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认为念佛法门是老菩萨的事情。年轻人学佛应该怎么学呢？应该到另外一边去学学其他的法门，等几十年过后再回过来学念佛法门。这是很多年轻人纵然学佛也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观念，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错误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年轻人念佛这一桩事情呢？这里面我们要站在成无上正觉的角度去理解，念佛不仅仅说是临命终时为往生而已，念佛是什么？
念佛是当生成佛的无上法门。那么一般人呢，总是误以为只有到老的不行了才念佛，自然死亡往生啊，这个才顺理成章的，而不知道念这一句佛号是越早越好。成佛干嘛要等那么久呢？年轻一点早一点成不是更好吗？更何况年岁大了之后，有时候想用功力不从心，体力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样充沛，精神也没有办法时常提得起来，想要精进想要念佛，可能一进念佛堂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，想多绕几圈走不动了，拜佛想多拜几拜呢，这一拜拜下去就起不来了，起来了就不想再拜下去了，这是年老人的一种忧虑啊。而年轻人呢没有这个现象，所以年轻人的优势是什么？身体健康，精神清丽，念这一句佛号呢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成就念佛的功夫，念佛的境界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年轻人念佛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学习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本愿。我们念的这一句名号字字句句都具足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我现在年轻，边念佛边去学习阿弥陀佛如何利益众生，用这一句名号来提醒我不要忘记向佛菩萨学习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在历代以来，年轻念佛的例子也非常多，而且很有成就的也不在少数。佛门里面大家很熟悉，有一位大居士，宋朝的王龙书居士。龙书居士净土文在佛门中流传很广。这一位大居士，他不是到老了之后才学佛念佛啊，年纪轻轻真的是少年学佛。年纪轻轻他就考中进士，考中进士之后他家里生活还可以，所以他也没做官，干什么呢？就是专心投入到弘法利生的事业中，全力弘扬净土法门，自己呢拼命念佛。龙书居士念佛那真叫精进，不是到年岁大了才精进，年轻的时候就很精进，除了劝人念佛就是自己念佛，劝了很多人往生，而他自己往生也非常自在。龙书居士是欲知实质站着往生的，我们现在流通的很多龙书净土文，打开封面里面有一张画像，那一张画像是站着的，那就是龙书居士往生时候的画像，站着走的，走得非常自在。他住世的时间也并不长，也不过60年左右，年轻时候就开始学了。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从成无上正觉的角度来看，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用一生的时间成就往生不退成佛的大事因缘，而且稳稳当当，品位肯定是在高一品的，也就是说他不是很低的品位，走得这么自在，功夫又这么殊胜，欲知实质自在往生，品位不在中下，品位越高成佛就越快呀。所以年轻人呢正好可以多累积一些质量，将来往生的时候品位更高一些，不要等到老来临时抱佛脚，固然也能抱得住，就是如果抱得紧也能抱得住，如果抱不紧呢，因为这个说不准啊，年岁大力气不够大了，你要抱不紧，那恐怕这一生的因缘真的就遗憾而过。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培植
这一种善根福德，把现前的生活就当作是行菩萨道累积往生净土的质量，在生活中时时处处提起正念，这个正念就是念佛之念，这一生的生活都是在为往生做准备。不是说年轻人一念佛就天天在这边等着什么事情不做啊，别人说你为什么不工作啊，我等往生，等往生可以啊，你自己一个人拼命念佛也不着急念佛，就在那边眼睁睁等往生，这样就会让人误会了。所以年轻人念佛不会影响工作，该做什么还去做什么，只是自己在内心里面认识到，我这一生为什么来到人世间，是为了念佛。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可以作为往生的质量，这样一来年轻人对念佛的积极性就会慢慢带动起来。所以我们平常劝年轻人学佛念佛，也应当换一个角度善巧一点，不要一遇到一个年轻人就跟他讲你要念阿弥陀佛，他问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，我们跟他讲你往生的时候我会来送你，念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准备往生了，我们有一个道场很殊胜，你哪一天不想活了可以到道场去往生。年轻人一听就会想了，这个人是来劝我早一天死的，他就会找个借口以后让你永远找不到他。对年轻人我们应当鼓励，现在年轻好好的去修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更进一步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就是鼓励年轻人好好的把现前的生活当作是学佛，把现前的工作当作是菩萨事业。念阿弥陀佛为的是什么呢？念阿弥陀佛是为了长寿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念阿弥陀佛为了长寿不是说要早点往生吗？早点往生也是为了长寿，因为念阿弥陀佛能得无量寿。所以有人要想求长寿不想死的话，就要劝他念阿弥陀佛，除了念阿弥陀佛没有其他方法，念阿弥陀佛无量寿。所以年轻人呢，不用担心念阿弥陀佛会早一天离开，念阿弥陀佛寿命越来越长啊，无量寿，这是真实的。念阿弥陀佛呢会开智慧，无量光啊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念阿弥陀佛呢生活会越来越幸福，日子会越来越好过，阿弥陀佛是欢喜光佛。念阿弥陀佛在生活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人缘。有人说我才不信呢，没看到几个念佛人有什么好人缘。真正念佛按照中国古人的经验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念佛人心善行善，招感来的肯定都是诸上善人啊。那么心心念念都念佛呢，招感来的都是佛菩萨一类的这些圣贤，生活在自己的环境当中，圣贤聚会呀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不知不觉自己就与圣贤为伍。念阿弥陀佛，经上给我们讲，有十种殊胜的大利益。冥冥之中的利益，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感受到。就今天诸位在此地念佛，
念佛的人可能不多，留心往旁边看一看啊，站岗的很多，看不到啊，我们要戴特殊眼镜才能看到。经上说，有一个众生真正发心念阿弥陀佛，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阿弥陀佛立刻派出25位大菩萨昼夜守护。这25位大菩萨都是哪些菩萨呢？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都是这一类的等觉菩萨。那大家算一算，一个人念佛25位菩萨，哪怕念佛堂只有10个人，就有250位菩萨。所以念佛的人虽然不多，旁边站岗的很多啊，这是真的呢。大家相信不相信啊？不相信吗？这是佛说的，佛在《十往生经》上明确给我们讲的。念佛人如果真的深信不疑，在什么时候念佛都不会害怕了。晚上大家都走了，留在这里念一整晚上不用怕。为什么呢？哎，旁边有25个菩萨在昼夜守护，这是真的。念着念着就开始，哎呦，旁边不对劲啊，好像有鬼啊，开始提心吊胆了，还是不要念了吧，赶紧跑吧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对佛菩萨没有信心，我们只感觉到鬼的存在，却感觉不到佛菩萨的存在。你说我们这个心到底是跟哪一边相应呢？所以应该调整一下，真正念佛人应该时常想到佛菩萨离我们不远。真念佛人确确实实是这样，极乐世界去此不远，阿弥陀佛离我不远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常常都在我身边守护我们。这些还不算，还有无量无边的护法天神，他们也在昼夜守护。大家想啊，连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这样的大菩萨都来守护了，那一般的护法神他会是什么态度啊？他要提前申请啊，哎，我今天想来保护你，可不可以给我个空？恐怕都要用这样的态度啊。那有人会想啊，哎呀，这个待遇太高了，我一个凡夫怎么受得起这么多菩萨、这么多护法神的守护呢？不用客气，不要小看自己。我们的身份我们可能忽略了，可能忘记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真念佛人这一往生是什么身份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弥陀经上讲的阿毗跋致什么意思啊？都是不退转的大菩萨，都是等着成佛的大菩萨。所以诸位不知道啊，今天来了这么多都是何方神圣啊，今天来了很多世界各地的净宗同修，我不这么看，我觉得都是来等着成佛的。在这个世间的身份是暂时的，而我们念佛的身份才是真实的。诸佛菩萨看我们就是后古佛，所以诸佛菩萨有眼光啊，才派出这么多菩萨。为什么要保护呢？这众生要成佛了，很快，用不了多久。所以十方诸佛共同护念，诸大菩萨分身护佑，一切天神争先恐后都还不一定能靠得上边。这是我们念佛人的尊贵身份啊。所以念佛人不要小看自己，不要自甘堕落。经上用了一个比喻，形象的暗示我们。所以一个念佛人就好比什么呢？就好比过去帝王家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出生了王子，而且是头一个太子，生下来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没什么学问，刚刚是婴儿吗？懂什么呢？但是
文武百官见到他都要向他礼拜，是不是？谁都不敢轻慢他，连他的父王都要对他爱护有加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将来要靠他继承王位啊，怎么敢轻慢？怎么能不小心的去保护呢？所有人都会把他当作宝贝啊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念佛人的身份，我们今天就投生到阿弥陀佛大法王家，我们是阿弥陀佛未来的法王子。一切诸佛看到，哎，这个众生要成佛了，要继承佛位了，继承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事业了。诸大菩萨看到，哎，将来众生有依靠了。虽然这个众生现在还不知道，我们会慢慢让他知道。就像王子一样，从小他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文武大臣同样不敢轻慢他。这个是我们念佛人的真实身份。还有另外一个比喻，说一个女孩子怀孕了，怀孕之后一下子就感得很多护法神在旁边守护，很多很厉害的人物主动提出要保护她。她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她很贫穷，她就觉得我没有什么资历让这些人保护我，我也没有什么福报接受这些待遇。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纵然你小看你自己，也不要小看你肚子里面的孩子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孩子将来出生之后要做转轮圣王，我们不是在保护你，是为了他的缘故才来保护。哦，这个时候这个怀孕的女子啊才知道原来如此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就好比女孩子很贫穷，虽然我们是凡夫，但我们念佛，我们念佛那就好比我们心中怀有圣种，怀有成佛的正因，一切诸佛都在护念，一切诸菩萨都看准了这个众生必定因此成佛，因此不敢轻慢啊。所以念佛人如果认识到这个真相，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比念佛更重要了。不论是年老还是年少啊，我们就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正好念佛，以后就会顺理成章的这样去念了。正好念佛是因，后面呢正好成佛就是果报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嘛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好学佛，正好念佛，正好参加三十系念，不要忘掉，这是我们正好成佛的机缘。不是说我们举行一个活动啊，念几句佛过后就算了。如果真正认识到念佛殊胜的利益，确确实实像大师所说的，一切时一切处都会下意识的提醒自己，哎，这个时候正好念佛，他们都在说是非，我正好念佛，他们都在打瞌睡，我正好念佛，他们都在造恶业，我正好念佛，自己就会升起这样的警觉心。这个是我们学习大师这一段开示所得到的全面的启发，而不是说啊，看到只是哎，这是针对某一种情况啊，我呢现在也不是很老，也不是很年轻，大概我还没关系。其实说两边，中间都包括了，从小到大全都包括。以前老和尚讲经常常这样说，学佛越早越好，20岁学佛永远20岁，不会老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学佛越早嘛，心态就保留到这个年轻的状态嘛。当然大家不要误会啊，不是说什么时候学佛就永远保留在这个年龄，假如10岁学佛岂不是永远长不大了？
这是说啊，学佛之后人的身心状态都会保持一种最佳的这样的一种境界。学佛人真的可以做到，不说永远不会衰老吧，至少这一种心境可以保持得很年轻，保持得很精神。纵然70岁、80岁，甚至长命100岁了，走出来看到，精神像30、40岁，不至于一开口就是不行了，来日无多了，天天就在那边垂头丧气啊，不是这样的。纵然真的身体状况不好，也应当提起正念，让自己生活在乐观觉悟的状态中，这是一种学佛的态度，就是年岁可以长，衰老可以不必增长，日子可以一天一天的过，烦恼可以一天一天的少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年轻人学佛越早越好的原因，越早学佛越少走冤枉路。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年岁大的朋友，老朋友遇到佛法很感叹，说要是早年遇到，我就不至于啊走这么多冤枉路了。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70岁、80岁，或许更老。我们听听呢也觉得很有道理。其实如果早年他真的遇到，不一定会学。真的早年真的没遇到吗？早年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缘，只是没有把握住而已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早年遇到了漠不关心不在意，晚年的时候才发现，哎呦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已经把大半的光阴给过去了，不说虚度过去了吧，至少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。所以年轻人如果意识到这一点，应当暗自庆幸，我现在遇到佛法正是时候，正好学佛。做父母的如果真正对儿女关心，应当怎样呢？趁儿女小的时候就慢慢把他带进佛门。有人说孩子小还不懂，也不能勉强他呢，没说要勉强，只是说把他带进佛门，自己要善巧。比如平常自己到道场里面活动，带着孩子，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。有时候可能孩子很小，几岁，有些做父母的担心到道场里面来他会捣乱怎么办呢？有些道场专门有提供这个服务，以前在居士林啊就是这样情况，同学们来听经，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，带来又怕吵，于是很多父母亲就不敢来听经了。而老和尚就交代说，专门成立一个儿童班，同时开课，晚上家长来听经，小朋友去上弟子规，这样呢父母亲也不用担心，孩子们也借这个机缘接触佛法，在道场里面学习，无形中他就对三宝有了概念。如果一直保持这个缘，慢慢等到他长大，善根深厚的学佛这一条路直接走下去了。纵然有一些长大了没有继续学佛，善根种下去了，将来遇到殊胜的缘，他就会再一次走进佛门。这是做父母的真正为儿女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，在人生道路上，在轮回的过程中，这算是没有辜负这一期亲子姻缘，父母亲跟儿女的姻缘啊，对得起他了，把佛法介绍给他，这个才是做父母的真正的慈悲关爱。那么年轻人如果自己意识到早早遇到，确实应当好好的把握这个机缘，好好学习。纵然现在
没有办法学得很深入很专心，但至少要把佛法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很实用的教诲学习一番，用在生活中。佛法跟生活并没有冲突，尤其是这个念佛法门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前面大师说了，不论男女生熟，男女老幼都可以学，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所以不用担心说我学了佛会不会因此做事情就不方便了，不用担心，通通没有顾虑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，只是啊，保持一种觉悟的心态，以此来过生活。年少念佛往生的例子也不是没有，只不过比较少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殊胜的例子，真实的。在前些年，时间不长，顶多十年前，中国南京有一个往生的真实的案例，很年轻。这位往生的菩萨走的时候才20多岁。大家不用想他是不是出车祸意外或是得绝症，都不是，他是自在往生，预知时至，而且是在十几年前就预知时至，也就是说在10来岁的时候就预知时至。这个人在我们看来很可能是成愿再来的菩萨示现的。他生活在一个不学佛的家庭里面，父母亲不学佛，无神论，所以没有信仰。他呢，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可是他居然能够保持学佛的信念。很小的时候，遇到缘，他就开始学习佛法，而且学得很认真，每一天写日记，把他学佛的心得记下来。在家里面，这个孩子没人教他，可是他非常孝顺，非常体贴。他的孝顺不是拿着这个功课本一条一条对照去学的，是发自内心，出自真诚，天性流露，对父母亲非常体贴。他在学校里面呢，绝对是每一个同学的好朋友，他是个男生，女同学都很喜欢他，因为他很体贴人，男同学呢也都不讨厌他，也都把他当好朋友。大家想一想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他很细心，关心每个同学，一进这个班他就先去悄悄了解询问每个同学的生日，全记下来，到这个同学生日这一天，他一定亲手准备一份礼品，不知不觉地送给这位同学。因为年轻人嘛，都是孩子嘛，有很多可能对生日啊都会记不得。当他看到这一份礼物的时候很感动，同学们都把他当知心朋友看待，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这样，在哪里都是很受欢迎，老师心目中这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学生，有很多单位都看好了，这孩子将来肯定都要抢了去的，绝对不会找不到工作。学校放学回家，他回家的早，自己的功课准备好放在一边，看看时间，妈妈快下班了，已经提前至少5分钟在门口远远的等，远远的望，妈妈回来了，看到妈妈的身影赶紧跑上去迎住妈妈，把妈妈的包接过来，问寒问暖，说妈妈今天工作累吗？有烦心的事吗？跟妈妈谈心，妈妈再怎么疲劳一回家就会一身轻松，帮妈妈捶背洗脚都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把妈妈照顾好，晚上一定是妈妈关灯了他才回自己房间准备休息。他住在楼上，楼梯声只要一响
他第一时间跑出来，跑到楼梯上把妈妈扶上去，知道妈妈要上楼看自己了。是这样一个孩子。大家想一想看，在我们的身边有几个这样的人？如果以后我二十四孝要加的话，似乎可以考虑放进去，这是真实版的。有一年放暑假，假期大概是一个月。这一年很特别，他在假期的头一天就跟妈妈讲，说妈妈，我呢陪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倒计时，今天是倒数第三十天。妈妈呢已经习惯了，这个孩子很细心吗，认为啊，哦，他的假期一个月，让我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，陪他，没有往其他地方去想啊。过了第二天，第二天的时候也说，妈妈今天第二十九天，到最后一天他还提醒妈妈，今天我陪您最后一天。妈妈做梦也没想到他当天晚上走了，不是去学习上班了，而是他在娑婆世界的假放完了，第二天没有出来。妈妈觉得奇怪，不对劲啊，孩子平常不是这样的，敲门没人应，一推门没有锁，进去了，孩子躺在床上走了，遗嘱都写好，什么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，一点没有病苦，这样自在走的，而且旁边什么事情都交代好。妈妈一看才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一般人来的，自己在悲痛之余也慢慢的把他所留下来的这些遗嘱日记翻出来看，这才发现他十几年前就写好日期，今天要走，十几年前就预知时至，而且他还特别说出来，他这一次来就是要度他妈妈。从这地方我们可以想象，这可能是个承愿再来的人。然后母亲呢因此对佛法升起大信心，然后就找到当地南京的一位大和尚啊，请他来料理这个事情，然后把这个写的日记拿去给这大和尚看。当时明山老和尚还在世，明老看到都很佩服，说这一种修行功夫，这样的修行境界，就是我们专门的修行人修一辈子能有这样的成就，那也不得了啊，何况一个年轻人，大家都很佩服。他的母亲也确确实实从此走进佛门，专心念佛。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。只不过呢，他在临走之前有交代，里面有说，在若干年之内，不要给他去宣扬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到期限，所以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欢喜，可以给念佛人增长信心，我就赶紧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听到的学佛念佛的同修，甚至不学佛的朋友，或多或少对念佛往生这一桩事情升起大信心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大师所列的这些例子不是没有啊，说明什么呢？真的是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。所以举这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增长我们的信心。这是若人年少，精神清丽，正好念佛，念佛成佛。好，这一堂课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